你牛阿良什么鬼混？我牛阿良带一份，剩一份。200的带一份，带就是红黄黄大份的。200的下面好。那留一份下来好了。那个张慧晶，你的牛二两剩一份哈、哦，啊，那个 Amy， 你的牛二两没了。我刚才问的话，牛二两那今天剩三份，所以前面有人有买两份，所以张慧晶我帮你留一份。然后 Amy 没有了，你没有，你的牛二两没有办法买到。那个200块，够啦。鲔鱼塘留一份，200块的。住屋日哦，住屋日你要不要明天再来买？如果住屋日的话，明天屋日有啊，比较方便。你蛤蟆要全脑？你蛤蟆确定要全脑吗？你蛤蟆要全脑吗？动才找。加东尼啊。你蛤蟆要那一盘就对了，你蛤蟆要那一盘，蛤蟆那一盘多少？包起来100块。那个帮你包那个蛤蟆起来喽。这个卖我一百。哦，那你就100，没有200，我帮你留100。哎，这个帮我留一份吗？好，这个跟牛二两放一起。任煎鸡腿排比牛二两好吃哦，任煎鸡腿排比牛二两好吃，它是巨匠的，啊，强匠的啦，不是巨匠，巨匠是学电脑的。魏晶晶要一份， Amy 要一份哦。好，任煎鸡腿排从我这，剩这些吗？啊，这里是几份？分两天好了，一个四个，一个五个，然后四个给惠晶晶，就海菜的，然后五个给跟蛤蟆的，五个跟蛤蟆在一起的，五个都是跟蛤蟆的哦。
补的是跟蛤蟆的，那是那个雷金。郑成早，好，魏晶晶跟雷金哦，立青，那个认真记得把剩九块，我帮你分，拆成两份，一个人四份，一个人四包，一个人五包 ，OK。康海早。中网哈喽，怎么了？你要来店里的 ？OK， 你的魏晶晶，你那个女那个认证的话，是帮你来留四包哦，那五包我是给雷听。中午，拜拜，下午见。这么少人，东西很棒哦，东西很棒哦，东西很棒，东西很棒哦。今天有什么好货？你全都要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没什么客人啊。中心现在是这样子啊，中心现在是这样子，有点神奇。中心跟台中市区的现在怪怪的啦。那么有在考虑哈，有在考虑。帅哥，这边能不能上？这边有在考虑，就是可能要撤点了，有在考虑中。因为礼拜六这样的话，就觉得好像差不多了。我刚才在看，我觉得是东兴的人不见了。哎，再买一包，一包就叫。嗯。我靠，连水南都没什么人，很老实哎。
看一下，没有啊，不用什么两场太多，要吹就一起撤了。如果一个地方，的，不适合，就是直接撤了，没有什么留两场一场的。看吧，因为会再签三个月吧。我知道，今天过运没有整条，应该要再签三个月啦。可能过年到过年期间看状况怎么样。也有可能最附近有那个大的市场在拓点，或是别的市场有新开的市场，就是分散客源啦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奇怪的，正常的。秀兰招。你要买什么鱼？雷霆，你的东西等一下，我要帮你留。你的，羊肉炉两盒，500啊，250啊，500吧，有的要500哎。Amy， 你知道吗？哎呦，赶快啦，250，然后诺阿姨，诺阿姨一份多少？500，不要干。好，你买500啊。好。100，你要吗？好，阿干杯1000。干杯1000。好，阿干杯那个多少？干杯1000，然后羊肉跟干杯跟羊肉卤。还有萝卜糕两包。OK。 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杨树枣。春天枣。秀兰枣。没有人就算了。希望我们礼拜六吗？这是礼拜六吗？这像礼拜六吗？这像礼拜六吗？OK， 没问题。哎呦，你家库房快嘞，走一走。我都有来啊。真的啦。我都看你啊。只是没有看到你而已。没有跟你，没跟你对到眼。哎，阿杰，开口。
干杯1500，萝卜糕150，蛤蟆100，任煎6，300，任煎300，七八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总共多少东西。我帮你算一下哈，你认煎是300块，蛤蟆100，萝卜糕150，干贝1000，牛蛙500，羊肉卤250。你还有羊肉卤啊，你没有算到。1750，1900，2000，2300，总共2300，累计2300。我还算成来的，骑车过来全部2300。清明早，阳光早，哎呀，群龙鱼。对啊。啊？这只能养啊。那可以活几百岁，那可以活几百岁。我们的体重。小陈早。对啊。信宏大概9点才会上来卖哦，信宏大概9点才会上来卖，他在后面聊天，他后面车上聊天。早安，好，OK， 没有问题，来听到了，证明到了。
上来。好。多少？1000。群龙鱼1000哦。群龙鱼卖出去啊。好，看一下。